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Heidi， 见唔见到咧？我买咗 GU 嘅 Minions 特别企划啊，超开心啊！我冇谂过分享噶，因为应该几限量，唔想咧出咗片之后大家买唔到就伤心啦。但系咧，我发现好多嘢减价，买得好开心嘅情况底下咧，我买咗成千蚊啦，所以嚟一个突如其来嘅开箱好唔好啊？今次 Minions 系列总共出咗四款 T， 我买咗其中三款，因为真系好靓啊！除咗黄色嗰个咧，我觉得太过 sharp 未必 carry 到之外，其他揀唔落手啊，所以全部带晒翻嚟。有我身上边呢件阿 Bob 嘅白色 T 啦，佢系比较阔身，但系短版噶。我而家着紧呢一件系加细码，完全唔会话好窄嘅。咁但系咧，佢个长度就系去到肚脐再落少少咯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呢一个版型系女仔。系啱啲啦，唔系话男女都适用啊。然后咧，我仲买多咗另外呢一件黑色，上面有四只 Minions， Stuart 啦、Kevin、阿 Bob 同埋 George， 我真系认得噶。同埋我都好中意呢一件噶，上面有阿 Tim， 阿 Tim 系边一个呢？就系、是、阿 Bob 佢拎住嗰只红红公仔啊。呢一件咧，佢系毛毛噶，佢系立体噶，见唔见到啊？而后面亦都有图案噶，呢一件咧非常之啱复古风啊！你着住佢加条牛仔裤啦，外面套一件格仔恤衫 ，very nice 啊！99蚊一件咋，真系全包都唔会心痛啊！大家快啲冲去 GU 睇下仲有冇存货剩啊！然后咧，我妈咪亦都同我一样买咗呢三件嘅细码，我谂住同佢一齐着噶嘛，佢坚称自己要着细码，唉，又系由佢啦，任性嘅女人就会生咗一个任性嘅女出嚟噶啦。除咗 T 恤之外，我仲买咗呢一个饰物套装，里面有一对耳夹同埋两条颈链，一条系香蕉上面晾住阿 Tim， 另一条咧就系阿 Bob。边个话30几岁人唔可以有童真噶？我真系觉得佢超级得意啊！就咁戴又得，然后叠戴亦都可以。其实耳夹都好得意噶，但系我有耳窿咧，真系唔会用得着。所以我唔示范啦，送俾大家好唔好啊？留一个香蕉同埋熊仔嘅 emoji 啊，我会揀一位观众送佢出去。然后我仲俾另一个 crossover 吸引咗，就系佢啦。认唔认得出系咩嚟嘅咧？佢就系愉快动物饼，大家认唔认得啊？有冇印象啊？有冇食过？定系一啲我嘅童年回忆啊，超级得意啊呢一款，咁所以忍唔住咧，又系99蚊，我就买埋啦。佢个版型同我身上面嘅 T 恤咧系一样嘅，我就唔着俾大家睇啦。后面仲写咗佢系牛油味噶。下一件系今日计 Minions 系列之后另一个重点，39蚊，超级抵，可以买到啲乜嘢呢？就系一件间条嘅短版 T 啦，39蚊咋？我见佢比较窄，就买咗中码，然后长度咧就系喺我嘅肚脐上边啦，比起头先件 T 咧系短好多嘅。街边求其买件衫都唔止呢一个价啦，佢唔系薄黐黐噶，有厚度噶，大家会见到我嘅内衣咧冇透出嚟噶，所以咧不如买埋其他色啦。我仲买咗一件白色嘅单薄 T， 佢系99蚊，减价减到79。呢一件我都系买咗中码，但系其实应该细码会啱身啲。你会见到呢一度系松噶，不过咧我惊自己手臂太粗咧会变窄肉啊，所以着中码咧个人有安全感少少。上身我仲买咗一件入秋嘅款式，30几度走去买长袖个原因咧，就系佢由179减到149啊。咁佢个袖咧有3粒纽喺度点缀嘅。然后有少少透，系一件算罩衫嘅款式啦。直接套上去俾大家望下，佢系完全见到头先件衫噶，所以记住打底啊。个袖咧比较长嘅，有种懒洋洋嘅感觉啦，吸咗半只手。咁我自己系好中意呢一类型嘅衫啦，然后觉得好啱秋天嘅时候着啊，一定着到嘅。我每一年都会买类似呢一啲衫噶啦。呢件我反而买咗加细码，系咪好难捉摸呢个 range？讲下半身之前，仲有套睡衣啊！佢哋嘅睡衣咧真系几好着噶。我手头上咧系一个汉堡包嘅图案啦，打开俾大家睇下好唔好啊？短袖有靓嘅上身，同埋一条短裤。我有另一套车厘子图案，都系同一个布料嘅，系非常之舒服啦。夏天着嘅时候唔会焗啊，唔会太厚啊。所以今次见到佢149蚊咧，减咗价咧就买多套翻嚟替换。
下身买了条铁锈色的半截裙，减价79。另外仲买了这条卡其色短裤，它就贵少少啦，149。红色半截裙是细码，意外地它没有显咗我个大肚腩出嚟，反而咧系几修身噶。同埋咧，我开俾大家睇，好似好不雅咁样，但系咧好想话俾大家知，佢里边系有个裤嘅打底噶，唔需要担心走光嘅问题啊。咁所以我自己好中意啊，79买翻嚟衬下衫都唔错啊。卡其色短裤我就买中码嘅，其实后面呢一度系有橡筋噶，咁但系我就唔中意佢好窄啊，想要一个休闲嘅感觉啦，比较似度假风咧，就买中码，亦都系我想象中咧理想中着出嚟嘅效果。计埋我妈咪重复买咗3件 Minions T-shirt 嘅话咧，14样嘢系1486，咁仲有50嘅coupon 扣咗啊！點解會有50coupon 嘅？我唔理啦。咁總之咧，就係1100多咧，就買咗好多上身衫啦，跟住有2件下身，有套睡衣，仲有套首飾嘅話，我真係覺得好開心。希望大家睇得開心，有啲咩減價嘅嘢想買就衝去買啦，手快有手慢冇啊，係啦。咁如果大家鍾意今日條片嘅話呢，記得畀個 like 和 subscribe channel， 我每個禮拜都 upload 2條新片，逢星期六嘅就3點同星期日嘅就12點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